上喷什么防止狗尿？涂佳琪，职业兽医师。可以在地上喷宠物专用的防止狗乱尿的禁区喷剂，这种喷剂很安全，对狗狗没有伤害，还能起到防止狗狗乱尿的效果。不过在喷雾前必须先清洁地面，彻底清洁掉狗狗残留的尿骚味，先用干净的湿抹布将尿液清理，然后再喷洒宠物专用消毒液彻底清洗，最后再清水拖地，中间最好反复换水3到4次，彻底将气味清理干净后，再在地面上喷洒禁区喷剂，同时在您希望狗狗上厕所的地方可以铺上一次性宠物垫或者是报纸，在垫子或者报纸上可以沾一点狗狗的小便或者宠物诱导排泄剂，这样诱导狗狗去垫子或者报纸上厕所。